Crown CAD 2023项目列表中新增最近文档，支持用户自定义是否展开，在这里显示了您最近使用过的文档，也可按需筛选零件、装配、工程图等类型文档，快速查找和浏览最近文档，省时省力。右键提供打开文档，详细信息从列表中移除，固定至列表等快捷菜单，例如打开，可直接打开该文档，查找文档变得更方便。提供模糊搜索功能，只需输入部分关键词，系统会自动匹配相应的命令，搜索结果可直接启动命令，简化用户体验。不仅如此， Crown CAD 2023还提供了命令动态提示，以动画演示的方式直观显示命令的操作，鼠标停留在相应的命令上即可观看该命令的动画，边用边学，用户无需打开帮助手册就可以了解命令的基础操作。